开饭啦！今天吃个青菜。金针菇，豆皮包金针菇，酸菜小笋，蘑菇。打得好，妈妈，那么是爸爸，妈妈叫什么？我要录视频呢。我要螺蛳粉，今天这个螺蛳粉，何为方的螺蛳粉。哎呀妈，太香了。这个何为方的螺蛳粉有两种口味啊，一个加麻加辣的，一个原味的。这期下单有活动，36.9发九包，喜欢吃螺蛳粉的快去拍哟，正在做活动。哎呀太好吃了，
我把它挂到这个链接里面啊，你们喜欢的。来，我们今天吃个牛肉米线和魏芳他家的啊。说阿姨，我们哥哥姐姐爷爷奶奶能给我妈妈点点赞。妈呀，这好烫！谢谢大家。我也吃了，给我们干炒肉。只要把那个不放辣，妈耶！味道就好，但太烫了。妹妹，你那烫不烫？啊？你那个烫不烫？烫。嗯，太烫了。真的吗？妈妈，我要喝水。喝水，喝水。凉水。不能喝凉水，喝温水。放凉，放凉，太烫了。妈妈，妈妈，这个干嘛？为啥？快去吃鸡腿子去！我去吃鸡腿。我吃太烫。我觉得太烫，没法快快的吃。啊，好爽！好爽！啊，再吃一口面。拜拜。